阿都阿母叫美玉，进来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Jesus。上个月才达文西特长，一名小弟弟不小心跌倒，打拳破坏名画。你觉得这件事是可以避免的吗？是谁的错？有人要负责吗？阿多亚新闻台北报道。有时候台湾人很爱抱怨警察，台湾警察都很胖很懒惰，只要收钱，而且外国警察好高好帅好壮。我了解你的明白后，但是有没有想过，警察不是模特，他们的工作是保持公安，喜欢猛男去夜店就好了。我跟你说吼，台湾警察很棒，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，当然是看人，但是不会令人害怕。在国外我看到警察我都会怕，外国警察盯着你一定有问题，你完蛋了。靠，警察一直看着我，会不会打我？ Jesus， 我可以给你拍照吗？我很喜欢你的节目。你忘了拿摩托车的钥匙，他们会去你家还给你。在国外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三个字，不可能的。是警察他来抓我，为什么？一个礼拜的妹妹明明跟我说他满18岁了。警察先生，什么事？黑先生，您的钥匙忘记在摩托车上面，要小心哦。谢谢。傻瓜，给拜托他们，你试试看，给欧洲警察拜托不要开罚单，他们会不爽了，你完蛋了，后果更严重。你给欧洲警察有不对的态度，你会被走了。但是在台湾，警察大部分是很有礼貌，还有可能会原谅你。先生，没有戴安全帽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发现。我爱台湾，我也是，但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警察先生，可以补开罚单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拿不来的吼。那边交通规则不敢逛哦。今天我生日，我妈住院，我老婆要生孩子。好啦，但是你要小心。谢谢。台湾警察真的很好，不会打人呢，可以跟他们沟通，那不是很理所当然吗？难道国外不会这样子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Jose， 黑叔叔哥哥，大家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每个礼拜都回答你的问题，好吗？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Jose 好好笑。你说了就是在 Jose， 你好靠呗，你说了就是在 Jesus， 剪完脚趾甲会把脚趾甲拿起来闻吗？啥？阿多啊，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有，帮你介绍。阿多啊，可以叫中文吗？看这个脸有说服力吗？ Jesus， 你为什么有钱买房子？对小朋友的幽默感很棒。黑叔叔喜欢看英式录吗？赞，爱跨，当然是有内容的节目啊，比台湾综艺节目有趣太多了。没错，你说了就是在。黑叔叔，你会魔术吗？会。黑叔叔就在把我的经纪人，真的吗？你有做爱过吗？阿多啊，小朋友小看 A 片，多学中文吧。最近有小鲜肉奶茶，很多人冒浴去排队哦，真的有够夸张。还敢说阿多啊变态吗？这个礼拜的 Q&A 就到这。如果你讨厌 Jose， 就按赞；如果喜欢 Jose， 也按赞。先生，没有戴安全帽。Lo sé, pero como hablo español, no me vas a poner una multa. Yo también hablo español. Son $5,000 taiwaneses. Por listo. 超北烂，还是要说法吼，不要让警察不开心。问题，你用过什么招来拜托警察不要开罚单？下个礼拜见。你完蛋了。